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取舍》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199集的节目。今天跟大家做一个非常长寿的系列，它是一个迷你抽抽包。在台湾的话呢，有一些7-Eleven 啊，甚至一些便利商店，那当然有一些反斗城是有时候是可以买得到的，并非每一家都有，但是你要碰点运气。那么呢，它是一份的话是99块钱台币一个。那目前的话，这个不知道是已经推出到第六波了吧？啊，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它是从变形金刚第五集到现在已经有大概有2年多啊，或者是更长时间了。那还是蛮多人喜欢，但是它的一个发货量都不大哦。那也导致于说物以稀为贵的情况下呢，有一些稀有角色呢，啊，大家都会特别特别的去追啊，大家都会到那个指定的这些商店里头呢去这个就摸啊，或者是说去探索啊，身上一些破解码。那这一波的一个相关的讯息的话呢，我目前是没有得到啊，就给大家单纯的介绍，啊，挑这三个玩具来做一个分享好了啊，都是这一波里头的一个新的模具。那既然刚好拿到 RC 呢，我们就拿 RC 吧。最近 MP RC 啊，还有这个大火鸟的奶昔啊，这个 RC 最近可以说是大家最关注的变形金刚角色了啊。可能有人跟我说，我从以前一直都很关注啊，不是只有现在而已啊，我绝对不是一日亚西粉，我不是假的粉，我是 RC 真正的粉啊。来，好看吧？这个除了面部的这个白色的涂装之外呢，还有背后这个挡风玻璃是蓝色，其他都是一个粉色系啊，非常非常少女的一个造型。人形的比例其实做的还可以啊，虽然头做的有点大，而且脸部的话呢，可能有人说它有点像雅利安人吧，这个白色的这个，那这个一样的这个像是这个星际大战莉亚公主一样的这个两边的耳朵的造型也是有的。那么呢，它的身上的这个胸口的破坏标志，你可以去看一下，它这样的刻纹呢。其实还是蛮深的哦，背后的话呢有一个巨大的一个背包，两手是不对称的造型，有一侧呢是做出一个握枪的一个造型啊，另外一侧只是空手，其实这个蛮有诚意的啊，武器的话呢也给你印算是做出来，而且实际上它是一体变形啊，是做得相当可以了啊，那这个战力性的话呢就还可以，那么这一款是这个昆仑金刚里头，这个应该是炸弹吧啊，这是弹片还是炸弹还是叫什么来着？反正不是反冲啊，这个是这个应该是炸弹吧，bomber 吧，对不对？还是弹片啊？没关系，这三个家伙其实名字我除了反冲之外是炸猛之外，其他两个我就记不太住。那他的一个表情真的很可爱哦，这个 OK，然后胸口的这个是狂派标志，但是因为这个黄色的漆上的比较厚一点啊，所以就是有一点点反过来，甚至有点柠檬黄的感觉啊。那这个之外的话就是背包，一个很巨大的一个虫的一个爪子。那可动的话呢，都是一个手臂可以动啊。那头是无法转，因为变形结构，在变形的时候呢，各位你看了就知道了啊。那么这一款的话，站立的时候就是手啊、脚或者是身体要稍微往前倾一点，因为它的一个背包实在太重了。最后这个是克罗米亚这一款的一个造型美型度，我觉得也可以啊，嘴唇还挺厚的啊。然后背后就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两个轮胎背在后面。OK，那两腿的话是就是直接合并成一个造型了。那我们来给各位示范一下那个简单的一个变形过程啊。这一款克罗米亚的变形呢，可以说是非常接近于变形金刚第三集的那个Legion 级的那个 Top Spin，非常的像。两只手往上缩进去之后呢，这个两侧呢直接往上面盖过来啊，然后这个该组合的地方就把它给密合上去啊。我们这一款这个克罗米亚的这个外形的一个机车还是什么车子啊？就算完成，这是 IDW 里头的一个造型，其实我还蛮喜欢的，挺帅的啊。当然，这个轮子啊什么都是假的，都是无法动的啊。那涂装就是只有这个紫色还是粉色的这个部分，嗯哼。然后呢，这一款的这个昆虫金刚的变形比较有趣，它其实它的变形呢只有一个部分，就是把中间这个部分呢，中间这一块做前后对调的一个翻转了呀。先把后面这个地方解开之后呢，两手臂呢方便我们变形的先往上升起来，然后只旋转中间这一块就可以了，转过去。然后呢，这个手啊脚的话呢，是这个手脚是这样子啊，它的一个脚的后面这个地方，你看到没有？这里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直角，这个直角就是要塞把手放进去的，只是放进去而已啊，并没有指定一个卡扣，我就把它给放进去就可以了。然后呢，就是把这个部件往后面放下来，放下来的话呢，中间也是没有结合到，就只是往下面盖起来而已，所以它就是把胸口。就是连带手臂整个做一个上下的一个翻转啊，就完成了它的一个蚯蚓虫的一个昆虫金刚的一个形象啊，还蛮漂亮的这个。那最后这个 RC 的话变形也是有点意思啊。首先的话呢，它是一个背包的部分打开，然后做180度的一个翻转啊，这样子有大翻转的就很有趣。手翻起来之后呢，耳朵旁边有个凸啊，就是手臂上面的洞呢是做一个结合扣上去。
OK 啦，我们这个 RC 的变形也就算完成了啊。这些呢都是 Hasbro 变形金刚的一个精髓之所在啊，用最简单的一个翻转呢，把这个同样一块部件呢换个方向呢，就变成了另外一个形态的一个造型件。这个也是变形金刚醍醐位之所在啊，一直以来呢就是魅力就是这些地方吸引我们啊。好吧，那今天的话呢就快速简单的给大家聊聊这三款非常非常值得拥有的玩具。虽然99块钱可能还是觉得这个价值也还好，这种东西就是随时带着玩，因为它的一个价值呢不是只有变一次就完，你可能可以拿它所以带在身边变很多次，甚至可以推坑别人。这个呢花这种钱呢去得到这种效果的话，我个人觉得就是非常非常非常之划算的啊。那今天的话呢就跟各位进到这边啊，这个不容易买到，如果你想的话就赶快去想办法到网上搜寻它的一个破解码或者是一些取得的地点啊，这个我就不给各位做一个太多的一个解说了啊。哎对，这个忘了提了，这个枪啊，对不对，就变成单边有一个排气管的一个造型啊，这个算小加分的啊。那就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